刘备前来助阵。
得救了。人体之内，气之源泉，即为丹田，气可助人成仙，亦可令人成妖。我等隐居天柱之山，乃遇真气，施法术之道士。长久以来，静观世间，守望苍生。然而无止境的战乱使世间被邪气所笼罩，现如今更是有凶恶妖魔作祟。在此相遇即是天意，如可愿随老朽一同彻查邪气之元凶，为乱世带来光明的气圣之人啊，白泽似乎也很重义如。没想到连此山都有妖魔肆虐，这也证明肆意的邪气仍未消散。师父，还请您不要勉强。老朽竟被这么说，岁月不饶人啊。原因已昭然若揭，我等返回吧。原来如此，黄锦军邪气缠身的原因果然如老朽所料。有头绪了。老朽记得应该在此附近。有了，是此物。由气炼成的丹药，需额外获得大量的气，才能升华为真丹。气量之大，难以通过生灵涂炭的战争和灾难以外的途径获得。再加之，用于收集邪气的容器，是人体内的丹田。据传，唯有受古龙庇佑之一族，才拥有能承受其力的丹田。这所谓的真丹，恐怕与此次骚动脱不了干系。师父，关于玉龙道士，您可有头绪？哼，染指邪法的道士并不在少数。不过，我等寻着邪气，或许便能一探真相。那么，接下来……洛阳啊，京师的某位大人物，有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言。我们走吧。务必要多加小心。红晶就拜托了。他莽撞的性格真是与那家伙如出一辙呀。